东山鸭头，而且是低糖的东山鸭头，吃了比较不容易胖，不是不会胖，是比较不容易胖。然后啊，还有很多，好像很好吃。然后有个小朋友第一次出来看到东山鸭头的摊子，今天呢、啊、看了很多他没有看过的东西，他就一路呆滞，一直呆滞，一直咦这什么，咦这什么，你要吃东山鸭头啊？你要吃什么？你要吃什么？嗯？你选好了吗？你选好了没有？选好了吗？有甜不辣，有鸡翅，有鸭翅，有蛋，有鸡屁股，有很多。你选好了没有？哎，你选很久哎，小朋友。嗯？选不出来。你选很久。还是喝捏捏好了。哎。喝捏捏好了。你要喝东山捏捏、喔、还是回去喝捏捏？嗯，你要喝东山捏捏吗？东山捏捏吗？也是低糖。东山捏捏、喔，没，它捏捏很甜。捏捏很甜呐、喔，嗯、欸，嗯、欸，很甜呐、啊。他真的呆滞哎，他出来看到很多，就是他从来没看过的东西，像车。很多车车啦，很多店家，很多不同的灯啊，他从头到尾都呈现这个状态。他一直在看灯灯好朋友。灯灯好朋友，他一直看各种灯灯好朋友。啊、这家店呢，在这是哪里啊？这是康宁路这边巷子口，很酷，也是老店喽。好啦。那你等一下就回家喝捏捏，我们吃东山鸭头好不好？好，等一下。好啊。嗯。那我们下次明天见啦。